梁氏，南宋著名的抗金女杰。她出身卑微，后来结识韩世忠，梁氏慧眼识才，以身相许。而韩家军的灵魂人物，就是被众多网友誉为“东方史密斯夫妇”的韩世忠与梁红玉。斩马刀上下翻飞，气势如虹。如果在战场上遇到敌人，那必然是让对方人马俱碎。一个是不让须眉的金国，一个是力揽狂澜的英雄。韩世忠和梁氏这对神仙情侣，一直被历朝历代的人们所津津乐道。